预备。呀，你保阵啊，应声打出精英大师是相当之快的，货币明通又不慢的。更夫少一早跟在中间的位置，再后啲跟住就喜敬宝啊，入到斯巴小维，仲有定泰来，然之后跟住大商家大爱兰，仲有就好望角。咁再后啲咧，跟住先骑下骑下，见到就提特灵啊，然之后咧就极速爆破入夜一早就跟咗喺中间嘅位置入边，仲有就勇捷神驹啊嗰啲马，咪晒后边嗰啲啊货币名驹一早就跟咗喺前面嘅位置，喺晒后边嗰只嘅运动健将，距离头马咧都有么五六个马喺左右嘅。前面放头咧，见到货币名驹放咗头，精英大师一路俾住几步守住个第二嘅，然之后跟住入边咧就系骑下骑下嗰只定泰来，中间仲有喜敬宝，入边接紧上嚟，仲有就勇捷神驹，大鳄兰开始上嚟，仲有啊好望角啊，中间仲有幸福财星嗰啲马嚟嘅。前面嚟讲啊，第一只突咗嚟嘅精英大师就兜紧呢个货币名驹啊，后边上紧嚟咧就跟住见到好望角大鳄兰冲刺，仲有运动健将嘅精英大师就已经越过咗呢个货币名驹，后面上紧嚟啦，仲有嗰只骑下骑下就好望角嘅精英大师跑第一。精英大师一向喜欢元兰竞跑，但佢喺香港短途锦标就排十一档起步，不过一样难唔到佢噃。佢沿途以快放嘅货币名驹为目标，喺末段一冲而上，为自己同香港马坛带嚟国际荣誉。